家都好想身处嘅一个地方嚟啊！一个咁壮观嘅球场，真系好适合呢一场咁重要嘅比赛啊！嚟啦，马德里对巴塞隆纳。走位一流啊！茲维尔呢度有机会解除危机先，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，差咗少少力量啫。呢个会系界外球，卡华即巴塞隆纳呢几脚啊传得唔错噃，朗拿颠奴。卡斯米路个企位企得好啊，朗拿颠奴、高鲁夫、卡斯米路好够警觉性啊！高鲁夫啊，呢个 matchup 几得意啊！比斯就绝对唔想输俾呢个对手嘅，高波传跳到尽顶呢一个波，最后啊顶得麻麻地啦！哇，禁区里边咁多自己友都唔俾喎，难怪入唔到啦！呢一次進攻到此為止啦！見到個波咧，而家嚟到羅拔利雲道夫斯基腳下射門啦！比斯好重要嘅一個攔截啊！比斯靚波。哇，好靚啊！個位人多就係好辦事。唉，呢球麻麻地啊，唔好諗咁多嘢啊嘛。茲維爾一腳就長傳出去，俾人睇穿咗咯。唉，真係嘥咗個波。高鲁夫高鲁夫仲唔諗住俾喎，好似唔知道呢个世界上有队友咁喎。高鲁夫咦咦，罗拔利云道夫斯基攞个波喇喎，向侧翼传球，高鲁夫卡华即有空位啦，喂踢埋过去啦，高鲁夫我想对方都流几滴冷汗了。这球波其实他射得不错的了，下次呢金美智那预知能力真的好啊，起波的路线又明显得滞的。比斯好抢咗个波啦，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呢球有机会啊！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，射佢啦！呢个波救得靓啊！呢个龙门系抵加人工俾佢啦。朗拿颠奴开俾近嗰个。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！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！哇，想夹硬过人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茲维尔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啦？想喺侧翼接波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拉弓，
佢自己都深知噶啦，呢球波啊麻麻地。喂，中距離射門呢啲嘢咧，唔係話淨係得個大力就得噶啦。迪高，哇！呢球有趣喎。利馬試下接應啦。機會啊，要自己創造嘅，其他球員都應該學一學啦。呢個嘗試都唔錯喎，不過實在太多人啦。呢下救命啊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高魯夫，成個反擊都唔錯嘅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呢球波同期望有好大距離喎，睇嚟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。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球證吹雞，上半場夠鐘啦。踢完上半場之後，我諗兩隊喺更衣室裏面咧嚇，俾教練鬧下啦，都可能要諗下有咩方法咧可以入波噶啦。努力啲啦，兩隊都係差些少運啫。冇入波就唔代表場波唔好睇嘅。半場完，比數係0-0啊。比賽最後的45分鐘，而家開始。巴塞隆拿對自己的表現應該幾滿意嘅，雖然咧比數啊睇唔出嚇，但係最緊要就係唔好失去耐性，等多陣咧有機會有好結果嘅。傳去邊線啊？朗拿天奴，巴塞隆拿睇嚟係想玩長傳啊！係啊，不過唔急得嘅。要引咗對手啲球員咧走咗出嚟先，多啲空位先至可以反擊。嗯，睇下可唔可以一戰定江山先。個波就嚟到高魯夫度，反擊啦！卡斯米魯傳唔傳到咧？傳波嘅機會把握唔到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有機會突破，尼馬得啊，俾人搶翻啊！佩奧爾搶得好啊，應該要睇實呢個球員㗎。高魯夫、羅伯利雲、杜夫斯基，成個反擊都唔錯嘅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喂，俾咗個波對手喎，係咪對鞋唔啱腳啊？個波埋門，救得好啊！真係唔嘢少啊！呢個波簡直即係唔係講技術啊，點救啊？完全係講本能反應嘅啫。呢個波點追啊！呢一下爭少少就有波入啦。我覺得本身嘅構思咧係唔錯嘅，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㗎？朗拿甸奴，咦，腳法唔錯噃。哇，好跳得啊！頂個位置唔夠好啊！哇，禁區裏邊咁多自己友，俾邊個射都得啦！閱讀球賽能力好啊嚇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。高魯夫，哇，呢個攔截啊，落力咗啲。比斯。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好，尼馬、迪高，好機會啊！救得好，冇得彈嗰只啊！呢個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實真係唔簡單嘅。
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. 馬德里而家有後備球員入體，咦換人啦噃，一口氣換兩個添，跳高一跳。OK 啊，都值得試下嘅。呢球波我諗佢平時練習入咗好耐㗎，不過練習同真正比賽爭好遠嘅。Number 27。喺實邊個喺前面啊？距離估計錯啊！個波就嚟到高魯夫度，唉，真係嘥咗個波，有機會反擊啦！截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係好夠警觉性啊！哇，佢哋啲斗志满到死喎，睇得出好想赢波，得唔得先？守门员救得靓啊！迪布尼逼到龙门，真係要使出真功夫啊！系佢哋今场第二个角球啊，对手只系得一个角球啫。佢哋拣开个短嘅。撞低咗佢啦，撳埋去龍門口，清走個波。兩隊都踢得咁積極，睇嚟兩隊都有機會贏喎。將個波送去側翼，祖利斯古迪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呢球波啦。卡斯米路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噶。迪高，呢啲走位後衞頭痛啦。喂，呢啲時候咧，有經驗嗰啲球員要負多啲責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簡單就失咗個波嘅。哇！發生乜事？個波就過咗邊線。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. Number 10, Lionel Messi. 卡斯米路。啊，都唔明佢系想点。而家你要做嘅嘢好明显。Robert Lewandowski. Substitution in progress. 够钟啦，够钟啦，就快。会唔会有？喂，射佢啦！哇，精彩嘅入波啊！最精彩的入球出现在最后，这球波你觉得怎样？利云道夫斯基很明显是个威胁来的，但对身后防有他周围走的，差不多好像送了入球给他。巴塞隆达领先一球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守埋下去。这球波很大机会是决定这场波哪队赢，肯定是，除非不是。高魯夫，咦，防線有個漏洞喎。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，有空位啊，係咪要起腳咧？個波落正喺佢前面啊，呢球入啦，應該係奠定勝局噶啦，點睇都冇得追啊。奧比力擋得到一次就擋唔到第二次。你完場嘅雞聲響起啦。是啊，他们现在就庆祝着赢波，整场波表现都很专业，赢波可以说实至名归。利云道夫斯基是今场的最佳球员，这个荣誉都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 Kimman 评一评头先场波。巴塞隆拿防守真的做到密不透风，对面就算拿着个波在脚。